你以为我在新疆，其实我在离北京只有3-4个小时车程的草原过17度的夏天。从北京出发，如何来中国马镇？今天这份攻略一定要收好了。如果是自驾，开车只要3个小时就能抵达，但我推荐你们坐高铁到崇礼站，再搭乘中国马镇的直通车，2.5小时就能抵达。到了可以直接入住梦马酒店。他们这儿没有空调，只有电扇，所以你们知道他们这儿有多凉快了吧？来到五马世界，先去换一套服装，才能在这座古镇里更沉浸地打卡所有项目。你们记得早上9点入园，因为现场的表演太精彩了。花魁选秀、衙门审案，在他们这儿几乎每分钟都有表演。如果说五马传奇和汗血宝马是热身，那么草原丝路绝对会让你渐入佳境。不看肯定后悔。战神赵子龙是你们一定要看的节目，现场都是真火实弹。哇，17场表演，每一场都不无聊。16个游乐项目可能会让你忘记这里是草原，而让你一饱眼福的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名马，让你一饱口福的就是美食街的马镇烤全羊。有人问年轻人应该先挣钱还是先旅行，我的选择是先旅行，因为蓝天、白云、草原让我看到了自由的样子，这不就是美好生活吗？